首先它是全金属的，很重的啊，就手感就好像你的 MacBook Air 一样啊，这颜色方面都跟它一模一样的啊，就是跟非常漂亮，但是就是外表其实没有它里面那么重要，因为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新的功能叫做 Daisy Chain。 什么叫 Daisy Chain 呢？一般的 Mac 产品呢都只有一个 Firewall， 它跟 PC 不同啊。PC 一般都有三个四个这个 USB 啊，如果你有插不同的硬碟没有问题啊，好吗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USB 可以选择，但苹果产品很特别，它只有一个插头 Firewire 火线800啊，你有一个插头，你有不同的 drive 怎么样插进去，不可能每一次你要先拨掉一个再插进去进另外一个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这个设计就是怎样，每一个 drive 都有两个这个 Firewire 插头啊，所以你就可以怎样一个连到另外一个，再连到另外一个，怎样通过这个 Firewire， 你就可以连到最多的可以连接到五个这个Studio， 然后最后那个呢，只是一条线就连接到你的苹果电脑上面了，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。等一下我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，里面可以自己的。现在我可以打开里面的档案啊。这个另外，如果你有 PC 的话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它有一台在家里就很方便，你有 Mac 和 PC 都可以用的啊。我可以打开一个档案，开一个档案，有照片啊，比如有照片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兼容方面是非常之有用，如果你有两个平台的话，在家里。现在很多人都有了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。另外就是刚才说过这个backup 啦，这个备份呢，我打开这个 time machine， 苹果用的就是它自己的 time machine 呢，这个原件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已经我已经选择了 NBL 的做这个作为一个备份的这个 drive 了啊，你可以选择的，你可以 option， 你可以打 select this 啊，打开那个 this。可以选择你的哪一个，我就选择了这个，它每一个小时，现在就会自动的会帮我做有 backup， 每个小时，每一天都做，每一个礼拜都做，经常都做，它全自动，你什么都不用做。那你现在你看到的，我的这个 MacBook Pro， 这个电脑没有什么连接到那个 drive 的啊，所以 My Passport 了，刚才我说到这个产品那。刚才有没有看过这个 passport？ 有没有过来看？你讲完我就来拿来。好，那这个蛮有质感。好，质感哈，这个颜色啊，这个物料全都是一样的，跟这个 MacBook， 所以配合得很好的，你拿出来的都很好看。它是第一个呢，有两个这个插头 ，FireWire 800哈，这个呢，我现在有一台、两台是已经连接到了。就是这样的，这个连到这个，另外这个这边就到电脑哈。如果现在我连接到电脑上面的话呢，你才会看到，不是两个 drive， 而是只有一个 drive 啊，所以不是一个 drive， 而是两个 drive 啊。你可以自己控制怎么样，那你把个明星可以自己去选择去改，我把它叫成一和二啊，分别出哪一个是哪一个。那如果我进去的话，你看到两个，虽然他们连接到用一条线，但是他们其实是工作起来是两个分独立的这个 drive， 啊，这个一和二啊，每个都是有一个 terabyte 的啊，我上面没有文件的，所以但是你看到这是两个 drive， 一条线，两个 drive， 三个 drive 也是一样，一二三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，真的很方便的一个。系统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也有一些很简单但是很非常有用的一些小小的 application 是可以用。当然就是行动的产品呢，当然那个 security 哈、保安方面是很重要，所以呢我们给你两个方式的保安的这个功能。第一就是你可以打进去给自己用这个密码 password。当你选择用密码的时候呢，它第二个保安就是自动帮你所有档案呢都做一个硬体的加密
啊，硬体加密现在是最有最效率最高最安全的方法去保密的，所以呢两种方式啊，你只需要呢确定密码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也是你看这界面呢其实很简单呢，一般人都没有问题用起来啊，就是我的目的就是把这产品呢是很容易去体验的，也根本都不需要看说明书的啊。另外呢有一个有些是小小工具，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密码之外，你也可以打开去管理你的 drive， 这个一般情况很少用啊，可以把这个 delete 好像 erase 这个 drive 这样子，但是一般来说你都不需要，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其实很简单，这个图像类的很 user friendly 啊，很好看，就是这个产品的 OK。那就差不多了，就是我向你们简单的介绍哈。等一下呢，你们过去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出啊，当你连接到把这些drive 都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当传输的速度会有一些影响的。但是你看到最大的影响，当你连接到五个 drive 的时候呢，最大的都不会多过这个 10% 10% 的这个 performance， 就传送的速度。所以 Firewall 800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，所以如果你有五个 drive 只有 10% 这个 drop， 其实不是很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 performance 是其实非常好的。那 OK， 这是我一个短短的介绍哈，现在我们可以请大家去看看我们一些精彩的一个 demo， 谢谢。谢谢戴德。